我来送你们一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，这个是大乔的大招。哎呀，我兄弟们，大过年的，我这是摊上事儿了呀！回家过个年，半路车居然坏了。你看看这穷乡僻壤的，除了我们仨，就剩这头猪了，很尴尬，兄弟。王哥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，今晚总不能在这过夜吧？俺们可以露营了。哎，没事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哎，这不正好有个工具箱吗？看宝强这架势，他应该会修车，把工具箱拖给他。奥利给！干了，兄弟们！杀！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人才啊，王涛，别看这修的有点烂，说不定功能一切正常呢。哎，有道理啊，来来来，都上车，咱们准备回家过年。耶，回家喽。我心态崩了，这车看样子是彻底坏了。那我不修了，咱们搭车回家可以吧？来，宝强，搭车牌给你，一等摆出个楚楚可怜的姿势啊！必须的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们能搭车成功吗？能成功的扣一，不能的扣二。哎哎，不会所有人都扣的二吧？太尴尬了，我来。哎呀，车来了，宝强，快上！非常的恶心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对呀，等了半天了，怎么一个愿意搭我们的都没有啊？难道是因为各位观众老爷没点赞？哎，那行吧，兄弟们帮帮忙，咱们给视频点个赞啊，帮他们成功搭车回家，行吧？谢谢啊！王康想白嫖我们的点赞，等待你的有可能是下次一定哦。当然不能让观众白点，弹幕区准备好，跟我一起发送新春，天上就会掉落全新的弹幕特效，快试试看你的手机行不行吧？实在太刺激了！既然兄弟们都点完了，那就再搭个车试试。哎，终于有车愿意载我们了，快快快上车，别让他跑了。车满了，可乐装不下了。好家伙，宝强从哪儿拿的这么大瓶可乐？你赶紧给我扔了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呦我的妈，我喝不下了。哎呀，我真服了呀，宝强，这下子搭车也没戏了，还是自个儿想办法吧。左边有个手提包，看看里面有啥。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。你干嘛？不是，这怎么还有带活计回家的？里面不会还有更离谱的吧？哎，我找找啊，信号枪、手机。哎，有手机这不就行了吗？直接打个电话找人来接咱们呀。有道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你别笑。不是啊，你这种关键时刻欠费呀、啊！哎，这样吧，附近有无线网，直接从网上找人来救咱们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只有这个信号枪了，保佑有飞机能看到咱们的信号吧。嗨，来了。哎，不是啊，这飞机没脑子吧？我是让他来救人，给我个空投干啥？王涛，说不定空投里有关键道具呢。哦啊，骂早了啊，先打开空投来看看啊。操！这给个平底锅有啥用啊？手机放上去，没用。把猪放上去呢？战役涌上来了！救命！救命！你烦了吗？你兄弟们，难道是我错过啥了吗？咱们点点背景看看有啥。哎呀，这个灯笼可以拖动啊，但是给这三人都没反应。难道是放在这个桥洞底下吗？感觉形状很合适啊。来了，老弟。我去，这个是大桥。我来送你们一程。我知道啦，这是大乔的大招啊，直接把三人传送回去就行了。哎呀，终于能回家过年了呀！我感觉好极了。